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，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，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。佛说阿弥陀经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聚，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事。长老舍利佛、摩诃目犍连、摩诃迦摄、摩诃迦旃延、摩诃俱迟罗、离婆多、周利盘陀伽、南陀、阿难陀、罗侯罗、焦梵波提、宾头卢婆罗堕、迦留陀夷、摩诃杰宾那、薄居罗、阿耨娄陀、如是等诸大弟子，并诸菩萨摩诃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、阿逸多菩萨、前陀诃提菩萨、常精进菩萨，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释提桓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。尔时佛告长老舍利佛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舍利佛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又舍利佛，极乐国土七重蓝笋、七重罗网、七重行树，皆是四宝周匝围绕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又舍利佛，极乐国土有七宝池、八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池底纯以金沙布地，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，上有楼阁，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言饰之。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、黄色黄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，惟妙相结。舍利佛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又舍利佛，彼佛国土常作天月，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，御天曼陀罗花。其土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衣革承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即以时时还到本国，饭食经行。舍利佛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复次舍利佛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嘉陵平伽共命之鸟，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合雅音，其音演唱五根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、如是等法。其土众生闻是音已，皆悉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舍利佛，汝勿为此鸟实是罪报所生，所以者何？彼佛国土无三恶道。舍利佛，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时？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。舍利佛，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，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，闻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舍利佛，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舍利佛，与汝意云何？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？舍利佛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又舍利佛，彼佛受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弥陀。舍利佛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。又舍利佛，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，皆阿罗汉，非是算数之所能知，诸菩萨众亦复如是。舍利佛，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又舍利佛，
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，其中多有一生补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。舍利弗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所以者何？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舍利弗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舍利弗，我见势力故说此言，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东方亦有阿处毗佛、须弥相佛、大须弥佛、须弥光佛、妙音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，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、明文光佛、大焰坚佛、须弥灯佛、无量精进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，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、无量床佛、大光佛、大明佛、宝相佛、净光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，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北方世界有焰坚佛、最胜音佛、南居佛、日生佛、网明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，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下方世界有狮子佛、明文佛、明光佛、达摩佛、法床佛、持法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，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秀王佛、香上佛、香光佛、大焰坚佛、杂色宝花延伸佛、梭罗树王佛、宝花德佛、见一切异佛如须弥山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，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与汝意云何？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？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，即闻诸佛名者，是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弗，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。
舍利弗，若有人已发愿、今发愿、当发愿，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彼国土若已生、若今生、若当生。是故舍利弗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，而作誓言：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，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、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现之法。舍利弗，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现之法，是为甚难。佛说此经已，舍利弗及诸比丘、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等闻佛所说，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佛说《阿弥陀经》。
愿生心也好。